厉害厉害。好热。什么是上次的熊猫？让我发飙的熊。为什么？让我关爱的熊。那为什么小鱼的没有那个叠层？对呀、啊，傻眼，因为我安静了很。哎、欸，你换七了，我是金老鹰，对不起。Okay. 好嘞，要开始喽。继续，不要，闭嘴，不要，闭嘴，不要，对。哎、欸，断线了。啊？哪里断线 ？YT。啊，秒断吗？秒断。你先我同等看看。我先踩一下钻石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刚也卡。我刚刚也是显示离线，但是他回来了。嘿，可以啦，可以 ，OK 的 ，OK 的，继续喽。好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要怎么做了吗？知道，知道吧？练习过了吗？修？我没有练习，但是我会。我们过了。那我来开车。你在吃啥呢？是上次没吃到。啊、哦！开船喽！哎、欸，先拿什么？拿这个。啊，可以吧？三个，我下去喽。好，我、啊、去拿吃的、啊。好想你，蘑菇，好想你。拿肉，拿鸡肉，拿鸡肉，先拿鸡肉。好，鸡肉上，肉上多。假的，假的，好想你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去煎，我们去煎，要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我拿我拿，好好好，下去了。不是假的假的，好想你，好可爱哟、哦。拿盘子啊，盘子盘子，直接续订，去放在盘子那个上面，放上面。哎、欸、哎，哎、欸，等下等下，拿这个拿这个。走了走了，走了，可爱哦。啊！重来，重来！等一下，我在看订阅，对不起。你的，感谢续订，感谢续订。重来，重来。啊！现在真的好可爱，我看着你们静静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。走走走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再去拿。上去。可以放着，秀秀放上去。放着放着。好，我再去拿材料喽。拿鸡，拿鸡。好，我拿木瓜。走走，切切切切。我第一个。熊抱不会打。啊！你过去一点，那边就没有到哈。他们在切哈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去了。煎。盘子，盘子，盘子。拿着。去拿盘子，秀秀，走走喽！好可怕呀！走开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拿错东西了，对不起。太可爱了吧！拿盘子丢掉，不是丢掉。好，拿盘子，拿这个，拿这个的啦，拿好的啦。好了，送餐，出餐。笑，白痴啊、喔！好，去拿，去拿下一个。去，拿，先拿这个。走，对吗？鸡两个，鸡两个，鸡两个。嗯，那你拿鸡，你拿鸡，你拿鸡。好，我们去剁，我们去剁，我们去剁。我鸡，笑笑过去一点，去洗盘子喽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煎吧。好了，这边先煎，先煎，煎。拿塔口。拿个塔口，走，小小拿盘子，要看到那个熊猫。等一下，好，好，放着放着，去先洗盘子，先洗盘子，啊，拿上来，拿上来，拿上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，
先把盘子拿去。啊，放歪了。好，啊、去煮饭喽、哦。煮饭，煮饭。走，下去。好可爱哦。好好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拿盘。一个，两个，好，三个，走喽！走走走，走。好，跟你先。中餐一个，啊，两个，三个，走走走走，再去拿。好可爱哦！肉肉肉肉，等一下你没拿，好好好拿。哦好，对不起。两个牛，两个牛，一个菇，就你拿，你拿牛。好了好了，够。就你去拿牛。够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拿了拿了拿了，走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走走好走了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秀，等不及了。拿他，拿他，拿个，拿他，拿他空。不是三个人还在打，换这超可爱的。走了，一个，两个，好了，三个，好，走了。洗盘子了。你帮我把盘子拿起来哦。哎、欸，不要再拿那个了。丢掉！先帮我盘子那个先放一下，然后煮饭，煮饭，煮饭哦！天哪！快快快快快！拿东西接，拿东西接！要赶快哦，这个要十秒喽！快点哦！可以吗？你们先去做，刚修太慢了，预备预备预备，跑喽！走走走走走！要快棒！要过啦！拍手拍手，好棒好棒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、欸，没过，哎、欸，扣分了！哈哈哈！尴尬，不要你刚你放太慢了呀！对不起。好，不然我放米，我放米，你给我放，再来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在等的时候，其实可以把米放在锅子旁边啊。你说先装好之后要煮再把它拿上去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不用拿着盘子在那边等，我们先在旁边各放一个米，你觉得咧？哎、欸，好，重来。我以为自己在开船呢，白痴，我自己要拿一口自感了。没有，我看他们国坑有个按慢慢来的啊。不愉快。装屁哦。我忘记自己拿控制感，走了。等下等下，我啊没有香菇，哦有香菇，好好各拿一个，各拿一个。走走走，下面牛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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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切切。盘子盘子，过来点，干，想害我？不是他们，好下去喽。他们这还在切，你火筒不用。超意哦，来喷你哦！走开！对，够够够了！哇、哦！你过去一点，你是不会先放里面的、哦，臭秀！对不起，臭秀，臭秀！臭秀拿盘子，拿盘子！哎、欸，我被隐形人拖了，谁啊、哦？好好走。好。走了。拿拿拿。上去一点嘛。上去。嗯、好。鸡肉、香菇、牛，我拿牛。走了。一个香菇，一个香菇，一个香菇。好走。走了。一人站一个，够！不要挤我，这很难动哈。对不起，太胖了。你才知道，对不起，你才知道。好好好，洗盘子。那个老鹰，干嘛啦？老鹰怎么了？听得到？来、欸、帮我摆盘哦。不可，不是可，怎么了？走，走了。秀秀旁边，秀你在干嘛、啊？舍近求远呢、欸，来熊猫，
忍你很久了、哦。要给他压力。送餐哦。走走走。走。你干嘛？你可以不要，你可以用别的点啊。哎、欸，米啦，米啦。熊猫，我忍你很久了、哦。快点，不要盘子，先不要拿盘子。熊猫，放盘子上。哎、欸，我在被隐形人拖。好, 好, 好，两个，哎、欸，两个肉，两个牛，一个鸡。有了吗？好好拿了。快点，一分钟。走去捡。熊猫真的是，我在左右一滑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好，走了。底盘。哎、欸，你拿一下，洗两个就好了，洗两个就好了。好，去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再该了，再该了。熊猫，熊猫。哎呦，我好可怕、啊！你要去第二个？啊，人家那个捷运也是先下后上啊，快啦，快啦！可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喂！黑哥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帅了！烂熊猫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我很包容他。谁没空白卷？空白卷，告白哥。又是你熊猫！你是跟。跟温玉有仇，所以才这样对他。我没有。说这关也很难哦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玩过。昨天不是说有后面煎饼哎、欸。对啊，后他要把东西拿去搅，然后拿去煎。巧克力要切过。我在哪？啊。哇。在我心里。干面粉，给我面粉。哎、欸，面粉旁边。哎。欸煎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巧克力是要先煮过吗？啊，巧克力要切过。巧克力要切过，那鸡蛋呢？鸡蛋我直接再弄啦。那丢进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对，好了之后再煎。哦，我懂了。那我再去切。感觉鸡蛋跟面粉一定要啊！哎呀，这个去楼下了啊。只有后面，秀秀，你只有后面，后面的镜子。我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在下面啊？你在楼下了。哈？哎、欸，你好准哦！我靠，我送的餐都已经不在这里了。敢、哎？巧克力？啊！楼上。要再进去，现在再进去，老鹰。好了，我知道啦，不要吵啦，要给我压力啦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要掉下去了。巧克力，洗盘子，熊猫加油。在哪里？欸、在这里。煎煎。盘子可以丢吗？不行啦，你可以拿盘子砸你吗？好，我叫一下。我会说怎么办？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不要踩了，不要踩了，不要踩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。有猫找传送门。耶、欸！我差一个盘子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了。你现在再走回去。我觉得那么慢。我觉得那个蛋不科学、欸。没有打吗？直接一颗了吗？
没有，他丢不破。真的。野蛋啊。阿婆蛋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再一个巧克力丢过来。不要巧克力丢过来。不行，我会丢到楼下。快快快快快快快啊！快丢这边。哎、欸，操你的嘞！我做了，我做了，还要再一个啦！哎呦，又什么啦？秀秀丢下去！秀秀，帮我送餐一下。你有盘子吗？巧克力太多了啦，所以我很想吃啊。我又下，嗯。本面，小心哦！对，我靠，秀秀厉害哦！哎、欸，盘子，这盘子，盘子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放下。哎、欸欸，透明，透明人。哇，这边真的不能用丢的，好烦哦、喔。丢啊，我接。盘子。面粉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了。嗨，秀秀。哎、欸、不，我在哪？在这。哦，是哦。盘子，有盘。啊！哎呦！我又可以捡了。叫你快点，我来拿了。好的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！那个，我在等。盘子。这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给。啊哈！过盘子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们过了、欸，哎，100分而已。对啊。右左边。哦，好，我拿。盘子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了。盘子，盘子，盘子，那个好了。对。傻眼。上去啊！你不是好了？我要去，我还没拌盘子啊，耳朵。打架，打架。打不赢。哈，是哈。哦，来呀、啊！来哦！我的，我靠，好高分哦！太高分了吧！1208挺好的。空白键不按，在那边玩表情是谁？我有按哦。他一嘻嘻的。又是可是，不是我。用爸爸学长，哎、欸，不要学哦。为什么这些装不到？你知道，跟这些人相处久一点，脏话自然会很。什么？尤其是蓝色跟黄色那个，傻眼猫咪。什么？真的傻眼猫咪。都是透明人害的。通心粉切的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又可以遥控了。有有。哎、欸，通心粉在你旁边啊，黄色熊猫。对不起，这要怎么遥控？哇！你要去哪里？知道、啊，只有威玉可以遥控。没有一个人真啊，还有秀秀，不是左边的是控右边的，右边的是控左边的。哎、欸，我的肉！你干嘛？你不要再玩了啦，锅子要烧起来了，熊猫！这个是谁？有去另外一边。好好好好好。嗯，带我去切菜。好好好，我懂了。来来，切，你切。给谁？给威玉。哎、欸，其实啊，这个我也可以耶。然后我拿。那我们就放这里就好了。放这里就好了。好好，不是，我还要过去啊，我要端菜过去啊，让我过去。要交掉了，要交了啦，小鱼。我知道，很紧张。等一下、喔，等一下，带我也要过去。好，
还要番茄吗？还是先送两个肉啊？你们锅子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放那边哦。好，那你先拿吧。我靠你的！对啊，锅子会自己回来啦，这样比较快。番茄切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先丢，我先丢过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蘑菇 ？Yes。帮我拉过去一点点，不过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想说可不可以凌空去捡那个？啊！靠、啊！哎、欸，你丢的笑。好，把我跟秀送过去，秀你也拿着。秀，六，我靠！放开，跟我走。啊！哎、欸，番茄还是一样要煎啊，所以是对的、啊。我煎好了，走了，冲过去，走了，冲过去，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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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等一下，我帮你送回来一点点。走了，拿番茄 ，OK。摸一盖，摸一盖。我的锅子全部不见了，我的锄头完全没有一个锅子，把它丢到下面，它会自己回去。可以带我回去捡番茄那锅吗？好。我想洗盘子。要跟他们讲。洗啊！来。分要几分啊？你搞大笑了！不要跟我讲说这是透明人喽，不要骗我。哈，就靠哈！你为什么要叫自己？好难哦。因为我，那我觉得有遥控又变得特别难。因为大家都会在玩遥控啊。没有，因为你们感情不好。我们就没有感情这个东西齁。感情是什么？不能吃。等一下、哦、看先放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不用讲。哦、蘑菇谢谢、啊、可以带我去旁边吗？用丢的。对，然后你切好了之后就从这边给我，我去煮。哎、欸、啊，你们可不可以让我跟秀友或是把不是、啊、你们都对上去移到上面，不用不用，我这边不用。那你要什么？你往左边拉。刚刚其实我、啊、刚刚其实往上就好了，其实我不用跟秀在一起啊，往右边。你可以嫌弃秀吗？你可以捡东西吗？啊、要你赶快好吗？你在嫌弃谁呀、啊？啊！继、哦、续开点点、啊、去拿那个、欸、去拿那盘、欸、啥东西哎、欸、为什么哇感谢小起点小起点开到上面这样可以接着对啊哎、欸、需要盘子好等一下哦哎、欸我会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帮我们拉过来，嘿嘿嘿。我觉得我们坐后面的会不会比较容易？坐后面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把我们拉过去了。好，还有秀秀。我觉得我控制得很好。走。哎、欸，拿那个，你拿一个，拿拿蘑菇，拿蘑菇，拿蘑菇，拿蘑菇。嘿嘿嘿嘿。哎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啦？先送餐吧。切菜，丢过来，丢过去。丢给你，你也没用啊。
要洗盘子咯。好了，小鱼。我没想到你会走那么快呀、啊！我是一只不会飞的老鹰。老鹰？那你是什么老鹰？哼！哇！好了，那你们这是几只鸡啊？三把。四把。啊！好，走走走走，哇，丢歪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三，哈哈哈，就直接掉，小鱼。文鱼，文鱼，上针！哇塞，这上针哦！你怎么？他错盘了啦！哦好难哦！在看攻略吗？鬼哥鬼啊！看一下攻略。五至六吧。五至五。嗯，如果是那个卡文开启的关卡，要怎么玩？你过关一星的问题，你还这么凯文？我们还没有一星，对啊。那个卡，有攻略吗？应该有吧。找找。哎、欸，我们要音讯完成餐点八次、欸，哎、嗯，八次。八次。哎呦喂、欸，看一下。这个音是不是代表有那个凯文的？你赶快喝啊！我看个攻略。我不得。我的床好吵，可恶。那个 hello 呗。只有两个人呢、欸。两个人玩五只五。对啊。这么猛。百多分，等我三分钟哦，这空三分钟。对啊，他们都把那个运输台放在最上面啊。运输台就是要出餐的，那个台子要放在秀那个位置。啊、然后出完餐之后，就放在砧板的位置，然后你也放在洗碗的位置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懂了，就是让他可以走过来走过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所以我才会说一开始先放那边。各位有没有看懂？没有。秀有没有在看？哒哒。没有。嘿嘿嘿，我就知道。因为我现在只用手机看，我用手机看。没关系，那你等一下听我指挥。人家就负责洗碗跟洗那个，不是洗意大利面啊，煮意大利面。洗意大利面，好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就像刚刚那样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。然后反正等一下就是小鱼负责把东西，你就负责把餐盘放在你左边的那个台上。好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我好了。结果好了吗？啊，我在看。白台研究攻略，啊、当然啦、啊，没有大家一起分享啊。有攻略当然是好事。像我们刚刚之三的攻略，就是我们昨天看完之后，还是都没有练习，就直接拿来玩。我们也不是就失败了一次。对啊，就是要这攻略固然重要，可是我们要靠自己，也要我们操作啊。好吧，哎、欸，就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好好走。我也开完车了。好，等一下就是把那个放在洗手台跟砧板的位置就好了。好的。然后等一下秀你自己过来拿那个，就像这样子。好。哎、欸。蘑菇。好来了。蘑菇。准哦。拿出。肉肉。然后你们开始移动到那个平台上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去中间，中间。对对对对，这边。哎、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来干！干这个人，这个人，重来吧！笑死了！怎么你这么无耻的人呢、啊？